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李丽芬，你还有太厉害唱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。你的谎言下个月才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了。不用啦，星期一啦。星期一。那你的星期二你主持吗？对。我有唱。啊，真的哦。台湾当年卖了100万张。